Hello， 大家好，我是馬友，歡迎來到我的 YouTube Channel。 今天就想講一些新的興趣給大家知道。我承認我讀書是極度之渣的，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我有閱讀障礙，就是呢譬如我看字的時候，一頁書樣，我永遠都是看第一行，是不知道為什麼會跳了去第五行，跟著當我發現自己不小心跳了去第五行的時候，我又要很努力逼自己去上去第二行樣。所以其實我由小到大我是從來都沒有試過完成看完一本書的。我記得我小的時候最努力去讀完成一本書就是看 Harry Potter。 那時候我是很逼自己一定要看完一本書為止，最終那本書我都只看了可能四分之一，這樣這件事一直都是即存在圍繞了我的人生了很多很多年。過去的十二月裡面就不知道黐了哪條筋，就突然之間很想看書，我就走了去成品看了五本書，我就用了三日時間看完這五本書，簡直是我人生 最大的一個驚喜。就是我覺得自己很傻，這麼大個才發現，但是我覺得其實看書呢真的會令到自己身心呢是很舒服的，因為看書呢是一個自己和自己的相處啦，會在平常的生活呢都會幫到的，因為可以訓練你的專注力，我覺得這件事非常重要。我看了哪五本書呢？首先頭兩本呢都是同一個作者的 Peter Xu 台灣的《我可以簡單誰想要複雜》，和這本叫做 Love，有一本是叫做《工作剛剛就好》，蔡康永的新書《情商課》，還有這本《你很好，接受過去的你，喜歡現在的自己》。其實今天拍片的主要目的是我想介紹給大家這一本《你很好，接受過去的你，喜歡現在的自己》這本書，因為我覺得呢看完這本書之後呢啟發了我很多東西。其實呢看了兩頁就買了啦，開始不太知道說什麼，但是看完之後呢我覺得真的很好，看到呢會接到整本書呢記號這樣咯。這個作家呢叫做艾爾文，他的過去呢就是其實跟很多普通人一樣，都是打工啦，有一份很穩定的工作啦，突然之間就決心就 quit 了份工，跟住就去過自己的生活，跟住他又嘗試做生意啊，成啊，好多經歷了很多事情。這本書呢是很好的一本幾面對自己的一本書來的。點解我想介紹給大家呢？是因為我相信在香港這個這麼繁忙的城市裡面呢，很多人都沒什麼時間去面對自己，或者是不敢接受自己的好或者不好，你會忽略了自己。我覺得這本書是真的令我去嘗試重新找回自己，還有令我明白了很多道理的。我就 highlight 了幾頁就想讀給大家聽。第一次讀啲文章出來有點緊張。經歷沒做過的事叫做成長，忘掉被傷到的痛叫成熟。你過得好，有人會覺得你在炫耀；你過不好，有人會覺得你不長進；你做事速度快，有人會酸你的工作量太少，很多人都一定會這樣啦；你做事很謹慎，有人會嫌棄你動作慢。你有沒有這樣的經歷？晚下班被說不會享受生活，早下班被說打混摸魚，有試過啦，一定旅行就是那麼有趣，每趟出去都是未知，每次回来都有说不完的惊喜。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那些当下觉得好倒霉的过程，往往是回家后最值得回忆的片段。想想人生不也如此，当下遇到过不去的事情，总是在繁忙的生活中渐渐淡去，有一天回头来看变成一份礼物，给了自己更大的收获。即我觉得很多这些说话呢，这些文章呢都是其实可能即对某一些意志力很坚强的人呢会觉得哎这些我都知道啦，哎鬼不知咩。但是我觉得for 很多时候某些人可能即心灵需要填补少少位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很帮到。读多一点给你听先。可以单纯相信人，但别相信世上只有单纯的人。世上最奢侈的事，就是忙着去跟讨厌你的人解释，却忘了跟在乎你的人相处。得爱上独处，没什么不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朋友不多也没关系，人少一点，相处也单纯一些。无论在爱情或友情里，
都不用刻意留住想要离开的人，但一定要珍惜陪你走到最后的人。你听个 intro 咧，你都会大概知道呢一个文章，即系呢个 chapter， 即系想讲教你点样同自己相处啦、独处啦。因为好多人咧，成日咧都要人陪啊，或者系身边一定要即系要揾朋友，或者系唔同嘅人，或者屋企人，或者情人，或者点都好，即系一定要佢哋陪嘅，就去到自己一个人嘅时候就好惊嘅。咁我就觉得其实人系好需要。接受，我覺得其實很多時候獨處的時間咧，先至係最好去更加了解自己，或者可以摸索到自己一啲感受的時刻的一啲 moment。因為你真的要自己一個人的時候咧，你先至可以 focus 個專注力，諗下自己可能 reflect 一啲生活上的一啲mistakes 或者做咗嘅事情，或者係生活上一啲發生的事物。看看怎樣可以吸收這些事情，因為當你生活裡面太多事發生的時候，你沒什麼機會去吸收這些事情，或者真的digest消化這些事情，只會在你生命中掠過，發生了就算了。那其實是我覺得對自己是很沒有益的，所以我覺得有一點時間去沉澱一下可能最近啊，或者是生活上發生的一些瑣碎事，看看這些瑣碎事怎樣可以令到自己的人生變成一個經歷。所以真的，我覺得很多事情無論你是做了或者是你錯過了的事情，即你都要喜歡自己，而不要去怪責自己，抱著一個愛自己的心態，你才可以活得更加好，那你自己才可以更加進步。還有這些磨練是會令到即變成自己的養分。所以呢，如果大家有機會呢，一定要看這本書。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我這樣分享一些書給你聽，因為除了這五本書之外呢，我其實都買了很多書，都最近想看。如果你們 OK with 我這個分享書的系列的話，我間中都可以拍給大家聽。想講的東西就到這麼多了，大家快點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 按個鈴鈴的時候呢，我有新片呢你們就會有 notification 的了。好了，我們下條片見啦，拜拜。